香菱秉承学习先辈丁马成老先生的这种勇于创新的精神，尝试以不同的途径给这个古老蓝鹰呢注入新的生命。那我们以传承蓝鹰为使命，那面对挑战克服困难，那今天算是小有成绩，苦尽甘来，那走出新的格局。在艺术表现上，我们结合了不同的音乐元素，如爵士乐或印度传统乐器，并以多样的创新方式来诠释蓝鹰。香菱音乐社能吸引到许多年轻的团员和观众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机缘。我们希望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学蓝鹰，培养他们成为蓝鹰接班人，把蓝鹰发扬光大。我们是香菱音乐社，希望香菱能立足本土，走向世界。